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，我今天又来玩这个《马里奥创作家二》，然后我们今天玩全球关卡，来看一下哦，今天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关卡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新入手的游戏，我看热门排行榜。当然呢，也欢迎就是各位朋友在就是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，说有什么特别的关卡可以介绍给我们去玩的，或者你们有创造什么样的关卡，也可以跟我分享，我去玩玩看，好不好？然后顺便在这边呼吁大家，记得订阅我哦。这个是什么 ？On Off， 然后日文沙漠，不知道，但是有很多人玩过。然后它是一个标准的机关设计，有40%的过关的几率是40%哦。对我来说应该是 OK 吧。哇，这是很旧型的马里奥哎，这是以前超冷的吧？哎呦，这个箱被吓到了。哦，那个这个石头人会去帮我去撞，然后呢就是 OK， 打他。来啊来啊！呵，哦，目前还简单。他来了 ！Oh my god！ 哦，还好，这样子可以挡住他们。哎，他那边有金币耶！算了，应该吃不到。啊，对，我都忘记了，这是有过关时间的哈。嘿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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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嗯，哦，这边开了。哎，这还好，它会减速，还有降落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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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蛮简单的这个，40%的几率。那些朋友到底是？哎，这样撞不到。哎呀！哎呦，哦，赶快下来，不然他就要把我夹到了。嗯 ，OK。哦 ，shit！ 噔噔噔，变小算了。哦，跟时间赛跑。哎，这，哎，还好，打开，哦，加密菇 ，OK 啊，这关很简单啊，我还以为多难呢，60%没过关的朋友，你们怎么了吗？给你个赞，结束。好，来看看下一个。这个是，哎，我看到12吗？过关率12%。OK， 好，再来试试看好了。哦，哎，怎么又是他？先进去咯。哎，他有跟你讲箭头。吃。OK。他有时间限制的，所以呢他每一关卡就是时间限制，时间一到的话就是我就会死掉这样子。他好像绕一圈吧。是不是？可能是哦，就是他计时，他的一圈时间到的话，吃钥匙啊！哦，那这个玩的压力很大哎！啊哈哈！哦，这
个有难度，12%不是假的。加台没有用啊！来吃钥匙啊！战，哦，差一点，这不能混哎！哎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录视频就遇到了一个弄到自己的马里奥创作家。这很快啊！有时候跳不起来，哎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不是这样玩吧？就等时间到 ，OK， 哦，那还好。哦，啊！弹不起来啊！那个游泳圈要怎么用？哦，还好还好，我有过那个终点站。哇，12%，好样的啊！痛！OK， 拜，不要了，抓到技巧了。那一次弹上去，那第一次遇到游泳圈，哎，成功。这刚刚好哦，一起来。啊，我的橡皮圈又要继续了。水哦。快快快！哦，什么东西？这关难呢，12%是吧？来来来，准备来，一个再跳，跳，哎呀，好来得及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呼呼，有我。水哦，太紧张了，太 OK，啊，走错方向，啊，完蛋，钥匙来太慢。丢脸了！哎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这被啊啊啊啊！
它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，这样子其实会让自己很有压力。哎，过哎。顺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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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娃娃，哎，哎呦，差一点，魔王哦，是魔王吧？他那个啊，我一开始就要先冲过去跳他。我相信过完他应该12%我就过关了吧，他应该就是我的 final。 哎呦，差一点，OK， 我放弃了。来，准备弹，准备撞，好，很好，这都完美过了。哦，差一点，叮咚叮咚叮咚。哎，我要干嘛？睡啦。过关啊！还有，是什么？我不要，放我出去！时间到了啊！什么？好、啊，过关了。哦，哎、欸，简单哦，12%我也是可以过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一样哈、哦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支持一下。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玩的关卡的话呢？麻烦在我的底下留言跟我讲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谢谢大家喽，拜拜。